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伟哥。最近有一位网友推荐我用出一套六神装啊，就是说用这套装备，公孙离的技能可以达到无限连。至于是什么装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攻速鞋，然后末世电刀、无尽破甲虎、破甲弓。这个暗影江湖它是有加这个冷却缩减，还有这个破甲弓也是也有增加那个冷却缩减的，所以说两个冷却缩减加起来就是冷却就是非常快啊。我们一看他推荐我说是必须保证 30% 以上的冷却，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他的操作啊。这位网友叫做捉奸武大郎啊，捉奸武大郎，我们一看他的技能这边操作啊，基本是相当于无限连。我们一看扔完一技能，然后等一段时间，然后这二技能马上就有 CD， 然后二技能 CD 过完之后，一技能 CD 又开始啊，一技能过完，然后这个二技能连着二技能，连完二技能又连大招一技能，他这一套下来基本是相当于就是无限连了啊，技能就是相当于在无限连。然后这边有一阵是落后慢了那么零点几秒钟左右吧啊，这一套装备就是比较快啊，就是连招比较快。这就是网友推荐的啊，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欣赏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游戏评论的公众号，我一个解说，大家可以试着参考这套出装去实战一下，看一下这个效果。那我们下次再见。